我最近工作很不顺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我想想，我百宝袋里面有什么？哎，找到了，小叮当，来，请提示，这个啊，等了好久，肚子好饿哦，我有点想吃铜锣烧。铜锣烧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不来吗？不会吧，小叮当吗？是小叮当，猜猜看是不是？ 铜锣烧，不是小叮当，应该还有很多卡通的配音，也是这个铜锣烧，不是小叮当，该不会是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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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
当，对，后来叫哆啦 A 梦，所以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把前面录的400多集全部都重录一次，这么硬，对对，全部都改名了。那会不会觉得日本人很讨厌你们？改来改去，改来改去。重新赚一份薪水呀、啊！哦，我们通常一部戏至少要配3到4个角色、啊、那你这样不会错乱掉吗？会啊，那有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媳妇，然后都是我，那媳妇的年纪都差不多二三十岁、啊、你还要有分区隔，对，那年纪很接近的，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分，比方说你录个老的、轻的、小的、啊、那如果你录两个一样的话，我就得分他们的个性，你或是说话的语气、啊、这个我这个随便乱考，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奶奶跟孙女儿的对话？我来一个同样年纪的好了。哦，这个比较难，就是你拒绝我的考验嘛。奶奶这个比较简单嘛，其实他有他设定的、哦、对，那个等一下好了。那个等一下，就是我跟人家借钱，然后我去要债，然后那个人没有钱还我，哦，很可怜，就是讨债的跟被讨债，然后两个年纪一样，直接来啊 ，Ben， 你搞什么啊？谁还不还我？借了多少年了？啊，你再不还我的话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求求你不要再打了，我上有老母，我老公又生病，我还有3个小孩，我有2只猫，1只狗。咔咔咔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就是、太简单。哎，钱再不还我，我打死你！上有老母，我怎么听成？没有，韩剧不会骂这个老母。两个都同年纪的人，同年纪反而比较没有讨厌他，区别要大一点。小叮当，你一个声音再给我们听一下。小叮当，我想听哆啦 A 梦。跟大雄的对话，跟大雄的对话，还是我演大雄，我跟你演一段。要不然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来一段，好不好？小叮当 ，Action！哆啦 A 梦，我最近工作很不顺哎，一直没有办法升职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大雄奶奶的工作，让我想想办法好了，等一下哦。我想想我百宝袋里面有什么。嘿，找到了，升职记。终于升职了，我终于可以使用生殖器了。怎么从坟墓里面掉出来了？
我会从此以后就不录这个角色。这个不做第二人想，对不对？就跟那个石斑鱼有没有？他配了周星驰的电影，你再找别人都不行了，连到周星驰在香港的电影。都变成石斑鱼去配，对啊，一定要他，非他不可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这个生意已经注册商标了，很厉害。都一直觉得好像你还有配过别的吗？提款机 ATM 的。哦，这个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一定很熟，来听听看。这个熟，来领薪水都会。我因为每天都要听这个的嘛，每天要领钱嘛，听听看。请插入卡片，您输入的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这句很讨厌。数超中，请稍后。哎，对，这句就好多了。哎。密码错误很讨厌，没办法领钱嘛。对呀，可能不是您的卡片，请还给主人，谢谢。哦，这么这是 Siri 是不是？但是那个捷运站那个是你配的吗？请插入纸钞。之前是，后来不是，后来捷运站因为淹水之后就换了。哦，他会不会跳针啊？那个里面也是请插入纸钞，请插入纸钞，请插入，请插入纸钞都没了，不会请插入，应该有人共派系。人家好好一个工作，对呀，讲这个，然后你还崩坏的哆啦 A 梦也来。崩坏了捷运台也来，他有，因为他用电脑在控制，对啊，有时候会搭线跳到，请插入，请插入。不好意思，美仙姐，不好意思啊，25周年，是是，人家还要以后还要不要配音呐？笑那么开心，好，谢谢，请勿保重。